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大家好, 你们好吗? 希望大家都很好. Sholat, berzikir, mengaji adalah kewajiban sehari-hari kita sebagai seorang muslim. Dan sebagai seorang pembelajar bahasa Mandarin, menggunakan bahasa Mandarin dalam komunikasi sehari-hari juga penting untuk melatih kemampuan kognitif dan kecakapan bahasa Mandarin lisan kita. Nah, kira-kira teman-teman tahu tidak bagaimana menyebutkan kata-kata sholat, berzikir, mengaji, dan istilah islami lainnya dalam bahasa Mandarin? 如果还不知道,没关系,我们今天一起学习吧。 今天老师教你们一些汉语中的伊斯兰教词语 atau kosakata istilah Islam dalam bahasa Mandarin. 首先,我们一起看一下下面的短视频,请大家注意看。 Assalamualaikum, Iman. Waalaikumsalam, Hasan. 你要去哪? 我要去清真寺做礼拜。现在几点了? 你听到宣礼声了吗? 没有, 但现在下午三点了。物理时间快到了。来,我们一起做礼拜吧。好的,你是小静了吗? 急了。那好的,你等等我,我还没去小静。没问题。好。 Iman, 你五十拜都在清真寺做的吗？晨礼、丧礼、巫礼、婚礼，我都在清真寺做礼拜。宵礼我一般在家，睡觉前做的。哇，你真是个又帅又虔诚的小伙子。哈哈，该你给我讲了，等一下。好。 وَأَقِيمُوا الصَّلَاةَ وَآتُوا الزَّكَاةَ وَارْكَعُوا مَعَ الرَّاكِعِينَ إيمان 我们做礼拜了，也念赞词祷告了，我们去 操场跟朋友们一起去打篮球吧。你先去吧，我要读古兰经，一会儿去操场找你。好的，那我先走了，拜拜。Assalamualaikum。Waalaikumsalam。 怎么样？你们能听得懂吗？ 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的学习视频中的生词吧。 首先，你们跟老师读，跟老师读。清真寺，做礼拜，宣礼声，宣礼，洗小净，小净。第一，清真寺，清真寺的意思是 masjid。 比如说 Masjid Al Azhar， 我们可以说阿拉加清真寺。第二，做礼拜，意思是 Salat， 比如说我要去清真寺做礼拜 ，saya mau salat ke masjid。第三，宣礼声，宣礼的意思是 Azan， 声就是声音 ，suara atau bunyi， 你。 听到 宣礼声了吗? Apakah kamu mendengar suara azan? 第四, 洗小净, artinya berwudu atau mengambil air wudu. 洗小净是动宾解构, 那么小净是名词, kata benda, artinya wudu. 好,我们现在再看一次视频, 这些词在绘画中怎么用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吧。 Assalamualaikum, Iman. Waalaikumsalam, Hasan. 你要去哪? 我要去清真寺做礼拜。现在几点了? 你听到宣礼声了吗? 没有,
但现在下午三点了，物理时间快到了，来，我们一起做礼拜吧。好的，你洗小净了吗？洗了。那好的，你等等我，我还没洗小净。没问题。好。大家明白了吗？好，现在我们看下一批生词，我们先读生词，你们跟老师读。五十拜，陈礼，赏礼，孤礼，婚礼，交礼。五十拜的意思是 Sholat lima waktu， 五是 lima， 十就是时间的意思，拜就是做礼拜，所以呢意思就是 lima waktu Sholat， 或者我们一般说 Sholat lima waktu。 第五，晨礼 Sholat subuh， 晨就是早晨， subuh 的意思，礼就是礼拜， Sholat 的意思。做晨礼 melakukan sholat subuh， 比如说你今天在哪儿做晨礼呢？ Kamu hari ini sholat subuh di mana？ 好，我们看下一个，第六，赏礼 sholat zuhur。 赏的意思是正午或中午十二点，所以呢赏礼就是中午十二点做的礼拜，或者说 sholat yang dilakukan pada pukul 12 siang。 第七，孤礼 Sholat Asar， 孤是下午三点到五点的时间，所以呢孤礼是从三点到五点期间做的礼拜。第八，婚礼 Sholat Maghrib， 婚的意思是黄昏，不当天刚黑的时候，所以呢婚礼就是黄昏的时候做的礼拜。第九是宵礼Sholat Isha， 宵是晚上的意思，所以呢宵礼是晚上的时候做的礼拜。好的，现在你们跟老师读下面的生词：虔诚、捐赠香、捐赠、念赞词、祷告、古兰经。第十，虔诚。虔诚的意思是 ta'at， 或者我们一般说 soleh soleha。 比如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小伙子， dia adalah seorang pemuda yang ta'at， atau seorang pemuda yang soleh。再如我妈妈是个好妈妈，又是个爸爸虔诚的妻子。 Ibu saya adalah ibu yang baik untuk saya， juga seorang istri yang baik untuk ayah saya。 是这样吗？好，我们看第十一，捐赠箱。刚才伊曼把钱投进捐赠箱， kotak infak。 捐赠就是 infak atau berinfak。好，第十一，念赞词。念的意思是 membaca， 赞是 memuji， 词 kata kata， 念赞词就是 membaca kata kata pujian kepada Allah， 或者我们说 berzikir。 好，第十二，祷告。祷告的意思是 berdoa， 比如说做礼拜念赞词以后，我们一般要祷告。好，我们看下一个，第十四，古兰经。古兰就是 Quran， 经的意思是 Kitab， 所以呢古兰经的意思就是 Kitab Al-Quran。 好的，现在我们再看一遍这些生词在绘画里怎么用。伊曼，你五十拜都在清真寺做的吗？晨礼、商礼、乌礼、婚礼，我都在清真寺做礼拜。宵礼我一般在家睡觉前做的。哇，你真是个又帅又虔诚的小伙子。跟你给我讲了。哎，伊曼，我们做礼拜了，
也念赞词祷告了，我们去操场跟朋友们一起去打篮球吧。你先去吧，我要读古兰经，一会儿去操场找你。嗯，好的，那我先走了，拜拜。阿里库，瓦阿里库萨拉。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生词，来，我们一起复习一下，请说一说冒出来的生词。一、二、三。很好，再来一次，请你们说出冒出来的生词。好，现在开始。好的，非常好。接下来是练习，看看你们对今天的内容已经掌握了没有。第一部分，朗读句子，请把这四个句子朗读一遍。一、二、三，开始。第二部分，请把印尼语词翻译成汉语。好的，不错。继续做第三部分，看图选词。好的，很容易吧？现在继续做第四部分，读课文，判断正误。好的，同学们，我们今天学习了15个有关伊斯兰教的词语，怎么样？有意思吧？大家还想学习吗？好，那你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